嗨，大家，我今天要各位分享一件 FV 所卖的 DJI Mavic Air 是假的，还好我有买过，要不然我就要付1999元喽。嗨，大家，今天我跟你分享，我在 Facebook 看到一则广告，就是 Mavic Air， 它以低价1999元标榜货到付款可以验货，7天不满意可以退费。但是呢，今天我收到的东西呢，并不是 Mavic Air，所以我就拒收了。希望大家不要被 Facebook 的广告所欺骗，一定要求证，不要傻傻随便就签收包裹哦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再见喽。你订阅了吗？如果还没有的话，按这里，按这里。如果已经订阅了，请在下面，影片下面按个赞。拜拜。